时间。老师要去哪里？大老婆，你莫安尼惊死人，只好一回大，你安尼创啥啦？惊死人，计是你要甲我盖往生被？来来来来来！哇，未过身呢！实在吼，难怪较早有人讲拢甲我讲，老妹不讨喜。哪里啦？才十五岁而已，哪里啦？拜托你，不要让我出门前了情绪就搞不好，对不对？那我出门一整天工作怎么办？对不对？哎呀，辛苦了啊，照顾两个妹妹哦，好不好？青春的节奏响起，像是剑。岳父，你怎么来了？你叫我岳父。副总，你莫安尼啦，三个妹仔面头前，你安尼给我闹亏啊！我不是请你来帮我看这房子怎么？是啊，哎呀，啊你两个在这困，啊我困一暝袂使。没关系，那睡一晚的感想是怎样？我跟你讲哦，没有话说，相当的好。哎，嘿，年轻人小知足，好、哦，被首购被圆梦哦，来家的对啦。哎，今晚买几号吗？什么买几号？哎，我来讲。我买两号，两号，哎，阿等，两号，两号，三户，三户，三户二啦，三户二。你的深处，你怎么知道呢？给你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让我不用送你房子的意思吗？你如果可以在一分钟内答对三题，我就不要了。拼了，我就省下这间房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King of the。来，攻守交换，交换，劝举，走，来。老司机车被人讲什么啦？三高，干掉，三高，刚刚，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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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杰，三高是什么？仙剑，节日的节，三高四杰，然后呢？四特快，四特快，直接拼哦，太难了。没关系，三高四杰，四特快，十，父为婚，十分钟到北车。我发现我不要太，我也听不懂到底是什么啦。好了，出发，今天要去共寮玩。我们收到欧夫寇斯要冒险的做一晚邀请。跳水的地点要10到15分钟，但因为路程听说艰难，曾经有人走过1个小时，应该是害怕海蟑螂吧？你自己看。早安。
好，我们没有这个闲时间在那边什么早安煮饭。接下来呢，就你负责切番茄，然后我负责把水煮蛋捣碎。需要帮忙吗？啊，走开了，你这个罪魁祸首。没关系，你们快点做，我等下带你们去好玩的。好玩的？五谷不是工业园区吗？有什么好玩的？这附近最有名的就是五谷生态园区，还有微风运河，可以玩风帆、划独木舟哦。我可以帮忙，没问题吧？你就先把吐司都拿出来摆吧。好啊，好啊。雨辰，我觉得你这个番茄是不是切得有点大块？啊？什么？就是这个块状，你要怎么夹在吐司？我来好了。我好像有点家事白痴哎，还有20分钟哦。我跟你说，没问题。你们当初应该要设个什么15分钟才对，才会有挑战感。既然这样，那再给你们10分钟就好了。可以。先把和美乃滋拌匀的水煮蛋碎呢，我们就挖一小匙，把它铺上去，它切掉。我看到那头好像没切掉，对不对？很可爱，我再把它拆起来。那副总帮我们拿一个袋子。好，没问题。好。5分钟，它这也没切，这个好有3片连在一起，而且这个头，我跟你说，我们做不完这个任务啊，因为我很难找到番茄，你知道吗？只有我们有完成个20份就了不起。我要倒数10。9 2 1听到了。15分钟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圆滚滚肚子一样，好有安全感。但现在条件不错的男生挑对象，不单只是看外表，懂得独立，还会投资自己的女孩子，是他们欣赏的。我想投资买房是一条不错的路吧。今天和他们遛狗，爬3层楼，现在觉得好累哦，不如续住一晚吧。不对，续住一晚，我明天早上是不是要做30人份的早餐？When a boy meets girl, she becomes his world and they lose all control. Here we are standing all alone in this crowded room. It all started when you kissed me slow. 你不是说要挑战我，可是什么都没在怕。我哪个？我今天要去玩巫师飞艇。
先洗澡喽。可爱的比熊不知道窗帘有没有拉下来，我是可以看到他在洗澡的剪影的。等一下他还会直接出来泡澡呢，我拭目以待。亲爱的比熊，看着你越来越灿烂的笑容，我就觉得空出两天一夜带你来力宝乐园玩是个正确的选择。希望你记得，难过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多往人群走，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蛮喜欢的，老房子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容易让人想起一些特别的回忆。这间房子已经60年喽。嗯，猫咪。哦，对了，它是。好可爱，我想要，可以就当礼物吗？哦，这边的话是前台是有贩售明信片。然后房间有帮你们准备免费的明信片，然后写完之后，你只要投进我们信箱，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免费帮你寄到。我发现，在家具的部分，很多老旧的家具是你们特别去收集过来的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复兴老旅馆，所以我们大概保留了1/3原本旅馆的东西，那剩下的都是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从把他们家里面没有需要的家具送到我们这里来。等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一台是电话交换器。电话交换器，你可以跟人家交换电话号码吗？在以前的房间里面会有这种，像这种是不能拨的电话，你只能拿起来。那话筒拿起来的时候呢，主机小姐，然后帮你转接电话，就是你会告诉我说你想要跟哪个房间讲电话，然后我就帮你转接。哦，好间谍的东西哦。所以客人看到这一台都觉得很惊奇。是你们特别去定做的画框吗？没有，这个其实是原本这间旅馆就在使用的一个日历，它年纪非常的。对，日历要怎么换？要怎么换的话，你可以打开旁边那边有一个开关，打开来你就会知道了。哇！对，就是一年365天都在这一页里面。天哪！你应该知道这一天是我生日吧？就是你摸的时候，你是可以和60年前的人感受到空间折叠，对，时空旅人的概念，对，感应。阿妈，阿妈，这是阿妈的说法。对，我以为你叫我阿妈。这边其实从以前的时候它就是厨房，它现在这里就是简易的加热系统，如果旅客他买东西回来需要加热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厨房加热。这个空间以前应该是灶吧，就是用那个木材烧的那种。对，就真的是厨房的。本来以为这是工业风灰色砖块的装潢，但是刚刚 King 跟我说这是为了保存原本的红砖，你看这里，所以用防水保护全部封起来了。时空旅人，这边是一些客人留给我们的明信片，就我们会房间会送明信片给客人嘛，那他有些没有寄回去，反而就是留下他们的留言给我们这样子。毎日のおはようや、おかえりに、
他说每天你跟他们说早安，还有欢迎你回来，都让他们很担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check in 后稍作休息，下午报名了乐琴课，没有学过乐器的我有点忐忑，有点期待。好看吗？阿嬷的洋装，反正我好看，穿什么都可爱啦。我们先一次一条试试看。好，所以有两条弦，两条弦你都可以试试看。哆咪瑞哆瑞哆呀波哈修迪耶，青红第一名吹。完成了，还有好多句我不行了。过来一下，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像是回到小时候去阿嬷家一样，感到安心。让我想到一本书，它是在讲如何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我想在这里住上半个月一个月，有机会和自己和解吧。燥热的好像快要沸腾的午后，我像一只急着找到阴凉处的喵，只想安静而慵懒的将自己融进时光的缝隙里。故事太多，生命太短，那些逝去的其实都被留下，那些永恒的其实都还在持续前进。让我们低声吟唱，静岁月。